这件背心做了好久了，一直都没有上扣子。今天我给它就缝一下暗扣，在这个中间我们要缝一颗，这样对折一下。用水彩笔做一下记号。然后我们线打结，靠近一点啊。在这个做记号的地方穿一针，然后拿一半扣子放上来。这样子缝，给它调整齐，缝三针，缝三针刚好把这个小孔给它铺满了，三针刚好整整齐齐的把它铺满，这样就很牢固。然后我们再下一个，三针缝完就下一个小孔，同样的方法。我们转过来，好缝一点，顺手一点。OK，最后一个了。靠近一点啊。OK，缝完了，缝完了，我们到在旁边打结。然后长线头，给它拉出来，把线剪掉，这样一半就缝完了。那我们找另一半呢？找另一半的位置，就是把它比好、对好，这个扣子按一下，往下按一下，下面就会有一个凹，然后你就用水彩笔给它稍微点一下，再把另一半、另外一半刻缝起来就好了。